好 enjoy 呢個 family， 同埋特別多謝祝子嫣導演，因為係佢發掘我演員嘅道路，都係當年佢喺街上面揾我去 casting， 跟住我真係好感激佢，同埋佢喺電影上面對我嘅指導同埋教導，我覺得真係好開心。跟住我喺未來嘅路，我會繼續加油，帶更加多好嘅作品俾大家。多謝。我哋等阵会有 after party， 好似会打边炉。奖励自己，我要Natalie 话会焗蛋糕俾我食，如果攞咗奖嘅话。台湾 TVBS 想为他荣幸，恭喜得奖。想因为这周但愿人长久要在台湾上映，有什么想跟台湾观众说的话？另外还有康仁哥，待会也正在很紧张，有没有想对他说什么话？谢谢。然后我想跟台湾的观众说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去有时间进去看一下这部作品，因为每一个角色，特别是爸爸，大家都很棒。然后12号已经上映了，大家一定要去支持。然后跟爸爸说的话就是，我觉得你是最好的爸爸，然后谢谢我可以在这个年纪遇到但愿人长久的大家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。謝謝。有冇其他嘅提問咧？我覺得好唔同啊，會好開心，因為咧金像獎有好多識嘅人，同埋細妹許欣怡又喺度，跟住同埋好多嚟緊會合作嘅前輩啊，同埋大家都聚埋一齊，我覺得係更加close， 同埋更加興奮同埋開心。下一套我想挑戰一啲比較奇怪嘅角色，再唔似我嘅，係。例如我會想做嗰啲可能有奇怪癖好嘅人，或者有啲特別嘅興趣。有冇其他嘅提問咧？OK， 我哋恭喜曬謝詠欣，多謝大家，恭喜曬。